傅其深这个男人没有感情，他不会对任何女人上心。可是现在一想到那个孟静雯趾高气昂的模样，就想给他一个耳光。我不想要回顾家老宅，但应该去哪儿呢？车祸，顾廷欢，怎么会这样？车的安全气囊没有打开。顾廷欢，你醒醒！血，我流了好多血，我这是要死了吗？伏羲神，答应我，我死之后。保护住顾家，保护我的家人。好累，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我不允许你死，你听到没有？顾宁欢，顾宁欢，病人醒了，家属可以探视了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顾宁欢，我警告你，要是你死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顾家的。他是在关心我吗？也对，我们两人哪怕没有感情，好歹也算是夫妻一场。喝水。谢谢。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院？没什么意外的话，后天就可以。好痛！那场车祸实在出得蹊跷。难道有人想要害我？而且车安全气囊也没有打开。是谁动了我的车？查到了吗？开卡车伤少夫人的人已经抓到了，正在审。告诉他们，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，一定要查到背后是谁指使的。是。怎么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宁欢，都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你才会跑出去被车撞。宁欢，我知道你非常讨厌我，但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恶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待在西深的身边好好相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宁欢，你从小在豪门长大，应该清楚一个男人有几个情人也是很正常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包纳一下我，收起你的敌意。既然你要我包容你，那么我想要请问一句，你和傅西深睡了吗？宁欢，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？既然你都想要和我分享同一个丈夫，难道我不应该问问你到底和我丈夫是什么关系？像是傅西深这么优秀的男人，难免会有女人主动现身，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自作多情？你，宁欢，我家教很严，我怎么可能走到那步？既然这样，那你要我容纳下你什么？你对傅西深来说什么都不是。